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珍珍，不是珍贵的珍，是真真假假的真，是婚姻介绍所让我来的。珍珍呐，这是我们阳光的照片，我们阳光的情况你了解吗？有关系去吗？阳光咋做？知道了，听说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还有型有款又帅气呢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但是我们还要对你再考察考察哟。没问题。有问题哦，阳光老婆这就走了几天没有找回来嘛，这暂时现象嘛，咋个你这就另边选对象？这开什么玩笑，有老婆了还找我？你真是有点吓唬了我。杨大头，你在哪？这个两头不见面你就给阳光介绍对象，这太不靠谱了嘛。我一筹梦懂不懂？先行三步懂不懂？我这招早走一步。那戚薇呢？莫提他了，拿走了30万够他耍一阵子的了。等到婚姻法规定啊，他们婚姻解除的时候，那好几年都过去了，那个时候再喊阳光去找媳妇儿，那我们的孙子啊就要小好几岁了。哪个说戚薇拿了30万去耍嘛？他不是拿去耍，是拿去耍子去了。戚薇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，一直想干一番自己的事业，30万都可以注册一个公司了。注册公司？哎，你干啥子去？我这下晓得在哪里可以找到卢启伟了。我呢就是个天生的企业家，我干什么像什么。我说你也该在家里露露面了吧？露面现在让我露面坚决不可能，我一露面你妈就会接管我这个公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财权人权会被他一把抓走的，到那个时候我又得回到你们家厨房的小天地去了，这坚决不可能。那万一？没有万一，我现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跑断腿。哼，想喊我们跑断腿？别那么大的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咋个能够好好说？他太欺负人，太不像话了嘛！我满世界的找他，结果呢，还他在我眼皮子底下打转转。要不是我在工商局查到他的结果啊，还我还以为他失踪了嘞。他不把我们这个家当家，也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作人。算了，妙妙。戚薇找到了是好事情，算了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。哪个说要回家？今天啊，必须把他们两个人的问题解决了，离婚。人家阳光又没有说要离婚的嘛。他没说离婚呐，我说的，必须离婚。离就离，谁把人？明天晚上就。晚上，晚上，哎呦，哎呦，晚上，哎呦，亲家，你们都消消气，这离婚不离婚是老二和阳光的事儿。我们大人说了都不算。我是陆启明的爸，我坐在那住。哎呀，亲家，没说到你们这儿来，都说你们这个风水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，你就是不改，所以你那个老婆啊，就一点不清楚，稀里糊涂。我今天不想跟那个老婆不清醒，要不要？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要走，我们走。算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好吓人哦，说不清楚，我们走算了。我就不相信。不信你把我吃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行了，你屋头的娃儿出了问题哦，你还按着我说，你好说吗你？亲家，有话坐下来说嘛。我咋个敢坐？坐下，坐下。万山，你每次见亲家就呛呛，你就不能和风细雨的说话吗？他来了就说风水，来了就说风水，然后拆房子。亲家母，我作为卢启威他妈在这里给你们赔不是了。风水有问题啊，老赔不是啊，过瘾是怎么着？万山，卢万山，
我今天到这儿来不是给你两个吵架的，我也不想说，是吧？有啥子话好好说嘛。杨大春儿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个人至少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好心没得好报。陆启维啊，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他们两个人瞒了我们呢，肯定有名堂。亲家，是不是有名堂？亲家，尝尝我做的蘑菇粉丝汤。哎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啊，亲家。哎，亲家，不送。哎，亲家，吃了饭再走。鸡汤熬的，闻闻，香。我走了，亲家母，喝了鸡汤再走，我去拿碗。我不敢吃。吃了它呀，消化不倒。看看，包子开口露馅了。亲家母啊，我说，你们还是把你们家那个大门关好了啊，闲人免进。亲家，我早说过，他们啊是笑里藏刀。虽然你们是亲家，别理。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了。我和鲁家也是亲家了。启维啊，启维，你这个吴婆婆真够呛，招人讨厌。你也是，这回行了，把杨家人彻底得罪光。爸，我要想干事儿，得罪他们是必然的。女人这辈子重要的是家庭，别老想着去干事儿。女人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家庭最后也是靠不住的。你妈生你们五个孩子，日子过得这不挺好的吗？怎么靠不住了？一代人和一代人不一样呀，爸。怎么不一样？爸，你那会儿一个月赚78块钱，够养活全家的了，现在这钱够吗？国家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我怎么就不能去试试了？这些东西我和你说不到一块儿，就像你跟我爷一样。做父母的还是少管儿女的事儿吧。爸，等我赚了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换块表。不仅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，还奏出了崭新的乐章。咋个搞起这个李桂花两个整来整去整成亲戚了嘞？亲家也是，他咋找这么一个亲家呢？你不是又不生娃儿，还胡搅蛮缠的，不理干啥子？哎呀，怪事情，启维都找回来了嘛，有啥子不对你就批评教育就行了噻。哎，你非要提到离婚？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早点抱孙子？想啊，我都想疯了。阳光在非洲的嘛。你想早点抱孙子啊，就必须听我的。听你的。这个事情嘛，要听阳光和启维的噻。我的决定，你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？是支持，支持。现在啊，我决定杨光和陆启维离婚的事马上就办，越快越好。